华丽的走秀拉开了活动的序幕，安平代表台湾参加亚洲时尚奥斯卡之称的盛装亚洲时尚大赛，入围旅游胜地大奖。11月27号举办记者会，也邀请其他代表台湾参赛的台湾之光一同庆祝，又得到了一个盛装亚洲的时尚旅游胜地。那这个奖项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，因为叫做时尚旅游胜地。啊，时尚旅游胜地就适合于背包客。适合一些资政较悬的人来遮佚佗。安平近几年积极行销国际观光，获得许多奖励的肯定，希望能将安平的名胜古迹与特色美食宣扬到全世界，借由安平行销台南府城。安平代表台湾，台湾的文化当遮生根发展，当这个生根发展的基础顶管，咱有酱西的文化，咱有咱聚落的文化，咱有咱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的这个文化，我们就有。非选的时尚的文化就会在这块土地上长出来。这一次的比赛成功入围，虽然没能拿下最大奖，但在赛事过程中也成功进行了国民外交，也为台南的国际观光迈出了一大步。记者周正宇台南报道。